十一月二十七号，艺人高以翔在浙江卫视《追我吧》这个节目当中意外离世。12月5号，浙江卫视总监林勇进行了独家采访，披露了很多细节。11月26号，21:30，高以翔和各位嘉宾开始录制《追我吧》这个节目。高以翔是参与了2个小游戏，其余时间在主舞台观看其他嘉宾录制节目。11月27号1:26，高以翔开始进行赛道环节的录制，在奔跑的600多米，并通过赛道上的装置后，他放慢了步伐，坐在了花坛的边上，随后呢就躺倒在地。此时为1:32，发现异样之后，跟随着导演及呼救现场待命的救护车，距离事发地点较近的嘉宾也从主舞台跑向了高以翔。倒地之后1:46，现场的待命的宁波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，并开始进行救助。急救20多分钟之后，救护车将高以翔送进了附近的3甲医院、宁波市医疗中心、李惠利医院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，院方宣布抢救无效。记者问现场有多少医护人员，为什么有的看到2点就救护车赶来呢？他说当时现场啊配了2辆救护车、3名医护人员和2名救护车驾驶员。至于网友爆料的凌晨2点看到的救护车，实际上是他们看到工作人员拨打120叫来的第3辆救护车，之后没有使用，空车返回了。